哇，那感觉就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魔苹果那样哎。前阵子以色列的科学家发现，植物在面临水分不足、受伤或生病的时候，每小时会发出多达30到50次的声音，打破我们一般认为植物很安静的刻板印象。科学家表示，植物的声音频率很高，不在人类的听力范围之内，所以在观测的时候需要使用特殊的仪器。那如果我们把植物的声音压缩转化成人类可以听到的频率，大概就会像这样。那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声音是如何产生的，科学家也不确定植物是否有意识的在沟通，但这样发现呢，预计能够帮助到种植农作的农夫，让他们更及时的了解植物的需求。那像植物如果是被黑手指的主人养到，植物临死前应该会是一片哀嚎啊。